阿里山国际同济会八号举行24周年庆以及会长交接典礼，皮加兰区同济会友以及贵宾到场祝贺，社政会长郑干伟功成圆满，将印信交予新任会长罗坤良，传承同济精神，开创新局。阿里山国际同济会八号举行24周年庆以及会长交接典礼，具有开创公馆前会长一一进场受到热烈欢迎，家长会友做会欢呼，并且热烈欢迎结冰23周年东海会友，见证25届新任会长罗坤良受证交接，盛会相传，传承同济精神，再创新局责任。总会长表示，同济会是国际性团体，台湾有16区。300外分会，会员12000人。今年世界总会主题儿童决定未来。阿里山会国际同济会这几年来也致力于社会公益，尤其是在关注学校学童教育上，每年在会友的支持之下，拢有100万以上的资源注入，好加一次四间各种校长特别到场致意。新任罗坤良会长是乌庄餐厅负责人，人脉广阔，热心公益。接任会长成身客后，伫加入民生国中做学单位。咱个前会长嘛爱讲过，咱本会拢致力做咱个国中心即个助学专案。咱一单有120万个经费，即个经费拢由来拢是对咱即个会友各界吼个乐观。啊，阮有一个迄个专户。转换作用，今日这学生接受到咱阿里山同济会，这社会服社会，哎，立个社会因素的迄个方面，还感受到讲，咱个社会温暖，还以后做社会，伊会讲帮忙我较济人，你讲对唔对？在经济一新同济会员精英加入宣誓集会，罗坤良希望未来一年会以训练家己服务人群为宗旨，发挥同济精神信念，致力社会服务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。